此珍贵影像拍摄于1985年，正值22岁壮年时期的李连杰赴日展示中国武术。接下来李连杰展示的是传统拳法三字拳，只见李连杰的拳法非常漂亮，动作协调。李连杰剑法展示，他的剑法功底非常扎实，一套剑法下来堪称一绝。接下来展示的是枪法，李连杰对兵器的掌控非常娴熟，只见李连杰手持长枪，耍的是虎虎生威，动作与技巧完美展现了兵器之王头衔。接下来是李连杰实战对抗，只见李连杰多次非常轻松地击败了对手，切磋过后对手非常认可李连杰并甘拜下风。李连杰与对手对抗的过程中，可以看出李连杰有一定的实战能力。